要去，真的要去看。他在哪里？他们拉出来嘛，还没摸见嘛。我还是要把水冲进去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这么进去，这么出来，平安路回来，对吗？那你回来这边的话，右转，那里面有我们的车，对吗？这个停车场在这边，等一下我们会拿这个在旁边啊，往这边走。这个就是硬币 ，IT 的硬币，一块美金，一块美金和一个。$21.5 cola, $1.$1.5那个怪物啊，留下的一个路口啊，如果有人鸟过去的话，那个怪物会出来给他吹一个谜语。如果再扔的话，不放他。You have如果不对的话，就把它吃掉。大家都不敢过去那个路口。最后呢，一个念吉就很勇敢，他想走那个路口啊。他到那边，那个怪物又马上出现了。